世界中将要更新的新生物可以被驯服的坐骑。从队长的爆料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新增的生物，名字叫做炎炎蟹。炎炎蟹可以被驯服，并且还可以在岩浆上行走。就是这个家伙，长相就非常的霸道。还有一款新的坐骑，它的名字叫蝴蝶，但是队长并没有说它是否可以驯服。但是从队长的神情中，我可以发现这个蝴蝶肯定是要比炎炎蟹厉害的。众所周知，在我们迷你世界中是没有哪一款坐骑可以抵御岩浆的高温的。我试了一下小海豹，它不行，瞬间 game over。 我再试了一下伏牛摸摸，这么幸运的伏牛摸摸进入岩浆以后也化为了灰烬。难道没有一款坐骑可以在岩浆中行走吗？我陷入了沉思。我换上了自己的小飞鼠，但是小飞鼠的结果和之前的是一样的，它们都是无法抵御岩浆的高温的。小伙伴们，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新生物了，炎炎蟹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一起探索迷你世界中的新生物。